健康吃水果，太好吃的不要买。不要吃太甜，太甜会让你那个血糖忽高忽低。嗯，所以你会买特别不甜的水果，要不甜的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那就不想吃了。其实大家老师也是哦。如果说甜，我就不会买。其实大家有概念哦，不要吃太酸的水果。嗯，因为太酸的也不行。我们只想酸的话，真的会刺激。哦，尤其有胃食道逆流，你太吃很多，空腹吃酸的话，你容易就下身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